可是妈，绝对不会让你嫁给那个人的。春云，只要你躲过了迎亲队伍，那就没事了。相信妈，船到桥头自会直。时间不多了，你赶紧走吧。我会替你准备些御寒的衣服，还有水。你先去码头那边借艘船。 到时候，咱们俩在那边会合就好了。妈，快走，别再说了，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。妈，春云，你赶紧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快走，快走吧，快，在码头会合，先去借艘船。 那不是大混混铁熊吗？他要娶亲了，怎么事先没听说过呀？我跟你们说呀，这铁熊就是杀人的疯子，哪家的姑娘敢嫁给他呀？这个铁熊啊，很有钱，肯定有人家为了钱把姑娘嫁给他。对呀，这个熊也要娶的，就是我姐姐的女儿，我的外甥女儿啊。哎呦，不错不错，看熊爷仪表人才。 真是郎才女貌啊！我先敬酒了，以后啊就是花园里散步，左右逢源呐。哎呦，恭喜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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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夫妻啊！各位乡亲父老，今日是我们熊爷大喜的日子，熊爷在天后宫前备上流水席，请各位乡亲父老。 光临光临啊！光临光临啊！哎，去看看啊！到时候你们都去，都去啊！春云嫁的这么好，真是给赵家长脸呐！以后啊，我姐姐说不定做梦都会笑醒啊！哎，是啊，是啊，这真可是亲戚啊！不跟你们说了，他们马上就到了，我先回家打点打点，不跟你们说了啊！你忙，你忙，你忙。 姐，怎么样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哎呀，你这个家里怎么连个喜字都没有啊？哎，茶点也没有准备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汤圆总有吧，不然太失礼了。汤圆，要是我真的准备了汤圆，我会给你吃，噎死你！哎，姐，你说什么疯话？不是说好了今天出嫁的吗？熊爷的锣鼓队都已经到门口了。 他还在天后宫备下了酒席呀、啊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哎呀，哎，赶快叫春云把这红衣服穿上，添点喜气，快呀，快叫他穿上啊！穿什么穿？我告诉你，春云不会嫁的。哎呀，姐，你说什么疯话呀？怎么能不嫁呢？啊，这熊爷的锣鼓队已经在满街到处宣扬喜事了，还有天后宫门口摆了流水席，这全岛上的人都要来吃啊！ 你这要是不嫁了，那熊爷连往哪儿搁呀？那不是老虎尾巴上拴扫把，威风扫地了。说什么呢？熊爷，熊爷，熊爷，满口都是熊爷。他是你老子还是你爷爷啊？好啊，你那么想嫁的话，你嫁给他，你去嫁给熊爷吧，你去嫁给他吧。哎呀，姐，我要是能嫁，我早就嫁了，熊爷就看上咱们家春云了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姐，我求求你了，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你赶快让春云出来吧，快一点啊！春云呐，春云，春云，哎，哎，春云呐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春云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哎呀，这人都来了，我。 我真被你害死了！哎呦！
您亲自过来迎接熊爷了，熊爷以后就是您的女婿了。我没有女婿，因为春云不会嫁的，她走了。包大婶，您这可不是开玩笑吧？哎呦，对对对，不能马上让新郎带走新娘，得经过您岳母大人的考验，不是吗？哎。熊爷，您快表现出点诚意呀，过了丈母娘这关，您好把春云娶回家呀。你还是回去吧，春云不会嫁给你的。是因为我那个不孝的弟弟欠了你的赌债，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我们不会理的，因为我们赵家没有卖女儿的规矩。春云不会因为她舅舅欠了你的赌债，我就把她的幸福断送给你的。赵夫人，您是觉得聘礼少吗？我说过，聘礼我不会要，春云不会嫁给你的。你，赵夫人，如果您觉得聘礼少的话，尽管说，我一定会满足你的。我不要钱，春云不会嫁给你。就算你把再多的钱撒在整座岛上面，春云都不会嫁给你的。赵夫人，铁雄自小离家，流浪江湖，可现在长大了，渴望有一个家。春云嫁给我之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待她。您放心，我也会给您一笔钱，让您安度晚年。你没有听到吗？我说的，我不要钱，我是绝对不会认你这个女婿的。翠花，你，你们走。你竟敢走！有德，别对赵夫人无礼。铁兄这一生就讲三碗面，这第一碗面是情面，二碗面是脸面，第三碗面是场面。哼，你看，聘礼、花轿都来了，春云也答应我要嫁给我，可是您却出尔反尔。这样一来，我的情面、脸面还有场面都没了。您这样做让铁雄很难看。有德，大哥，把春云带出来。是大哥。拿过上。是是，走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？我不是说过了，春云不会嫁给你的，再怎么着也没有用。快出来，出来，快点，快走。韩国，我叫你把夫人带出来，你把这个废物带出来干嘛？丁哥，这屋里找了一圈，连个人影都没看见，就发现包大元这个废物准备从后门溜走，就把他带出来了。大哥，你看。熊爷，熊爷，这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？这天底下什么事儿都有个差池，是不是啊？熊爷饶命啊，饶命啊！熊爷，熊爷，您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熊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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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人呢？不能给脸不要脸，熊爷饶命啊！
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就这样一走了之吗？看这日头，也已经未时了。铁兄怕是已经去迎娶我了吧？我再不走，还来得及吗？ 赵春云，你快出来，不然你妈就等着替你还债了。谁看见赵春云了？快点来禀报，外人也是有报应的。赵春云，父母养育之恩大如天，你再不出来，害死你亲妈就不是人。姐。赵春云，你快出来，不然你妈就等着替你还债了。谁看见赵春云了？快点来禀报，外人因缘是有报应的。赵春云，父母养育之恩大如天，你敢害死你亲妈，就不是人。赵春云，你快出来，不然你妈就等着替你还债了。谁看见赵春云了？快来禀报，外人因缘是有报应的。赵春云。 我跟你妈，不然我们就死定了。妈，走，你站住！你别过来，再过来的话，我就跳下去。哎，春云，你赶紧走吧，有多远走多远，别回来，不要惦记着妈。妈，铁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？ 你怎么这么残忍？赵春云，你答应了要嫁给我，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？今天不想嫁，可以啊。你想重谈聘礼，我也答应，一切都以你为主，这样你满意吗？不要，不要听他胡说。铁雄这个人根本就是一个疯子，你不要理他。 你嫁给他是不会有幸福的，赶紧走吧，妈。包翠花，我尊重你是长辈，不要乱说话。如果乱说话，我会对你很失望。赵春云，婚礼都听你的，好吗？不行，你不要回来。 是不是要妈自尽，你才肯走啊，妈！铁兄，你放了我妈，放开她！赵春云，我表现的已经够有诚意的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刁难我呢？哼，你这样做，真的让我是很为难呐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说，这里是有王法的，你不可以乱来。不要跟我讲什么王法。 王法是保护那些有钱有势的人，现在的王法不公平。如果公平的话，我爸就不会被冤死。哼，我铁雄的王法就是欠债还钱，要讲信誉。你说好了要嫁给我，你今天必须得嫁。春雨，你再不走的话，妈就死给你看。别跑，妈。 既然你妈这么说，我就当着你的面儿，给这个女人一点教训。不要，有德，大哥，大哥，啊。
给我打。是。走啊！把新娘子绑了，放到轿子里，然后把轿子给我封死。不要，不要！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一定要和你赵春云拜堂成亲。不要，走，放开我！走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醒醒啊，姐！姐，你怎么样了？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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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，姐！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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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！你醒醒啊，姐！姐，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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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你这混蛋，把你姐姐春云害惨了！铁熊就应该把你丢进海里喂鱼才对。像你这样的垃圾放在这里干什么？铁熊才不傻呢，把他丢进海里啊，春云早就跑了。春云要是跑了，这家伙也没有人同情他。多谢你们，姐，姐，姐，你快醒醒啊，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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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能死啊，姐。我们还要一块儿过好日子呢，姐。
姐，你醒醒啊！姐，你醒醒啊！姐。利索点啊！哎，好，好嘞。这新娘入门也没拆板子这么一说呀。这拆板子可不是什么好兆头，这拆板子不就是过河拆桥？这也就是说呀，这新郎跟新娘啊，他也没……你胆子够大的，再大点声啊，看兄爷怎么赏你！哎呦，这新娘过门拆板子，这拆了厄运换好运，拆拆拆拆拆！新娘入门了，哥！快提醒我吗？你们放开我！哎呀，哎，姚新娘子，你快踩，快踩呀！你过了这个门就是我们大嫂了，是吧？别让大家为难，快把瓦片踩了吧！啊，反正横竖都是要嫁，是吧？你就踩了吧！啊，放开我，我要去见我妈。好了，既然夫人不愿意踩，那就我踩，夫妻同体吧！啊！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！带新娘子进去梳洗打扮。是大哥，走走走走。放开我！哎，走，走。哎，景儿，你过去。嫂子，嫂子，千万别反抗啊！啊，没有用的，你已经过了熊爷的门了，是逃不了的。你别反抗，别让我们大家为难啊！我只是想回去见见我妈，我没有说我不嫁，可是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去？要是你们今天不让我回去的话，我宁死也不会嫁。你们放我走！哎呦，大嫂啊，你借我十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把您放了，是不是？您还得照规矩来啊！来来来，哎，帮嫂子把新衣服换上，妆化上啊！你们就不要过来！我妈刚才被打成那样，也许现在已经死了。铁兄要不让我回去给我妈收尸，我就到地下给我妈做饭。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还活着，趁着昏倒，赶快把新娘子的妆化上，新衣服换上。是。早生贵子。哎，恭喜兄弟，恭喜，恭喜，早生贵子啊！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。大哥，大嫂她昏倒了。昏倒就昏倒，婚礼照常举行。我铁雄一定要做足了，才能去春雨。说过的话，不能不算吧？是是是是，大哥说的对。媒婆。开始了，一拜天地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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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兄弟啊！恭喜兄弟！二拜高堂。哎呀，二拜高堂。是啊，是。好，好，好。夫妻对拜。好，好，好。拜了。哎呀，好。送入洞房。
鼓掌吧。熊爷，熊爷，啊，是，走走走。给你的，你别过来，别不好意思。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谁跟你是夫妻？我是被骗来的，你放我走！春月，你的脸色真不好，要好好的休息。走开！春月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有什么话好好的说嘛？啊，哪有新婚第一夜就这样吵吵闹闹的？我没有跟你成亲。我绝对不会嫁给一个害死我妈的凶手的。我跟包大元已经说好了，哎，要你心甘情愿的嫁给我，你也同意的。可你现在又出尔反尔，哦，你妈，那是因为你不讲信用，不讲信用才。是你，是你让我舅舅骗我同意这门婚事的。是你害死我妈的！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凶手！我今天要杀了你！哎呀！你这个臭女人，不讲道理，睡了你才听话。畜生！你没事吧？走，快走！快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快点！在前面呢！快追！是是是！站住！站住！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来，我来背你。别跑！别走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别动手！别动手！别伤了我的新娘子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小子胆子够大的，敢抢我的新娘子！陈云，别怕，他不敢伤害你。过来，来，过来。我就是死在这儿，也不会跟你回去的。陈云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，哪有新娘子在洞房花烛的时候跟别的男人跑？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如果传出去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，怎么说你？你别胡说，我不是你的新娘子。我现在恨不得杀了你，是你害死我妈的。春云，你就别再胡扯了，逃避现实，你太愚蠢。
春云，跟我回去，我会慢慢的跟你说，啊。你不要再为你妈，你妈的死而自责，她也有她的不是。我妈的不是，我妈的不是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？好了，别跟她生气了。铁雄，我都知道了，包大元欠你100大洋，200大洋，我双倍的还给你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用200大洋来买我的新娘子？你把我当乌龟了？你真是欺人太甚！大哥，我敢一个人过来救春云，便是有备而来。杨强可是不长眼的，会不会最后崩了谁，谁也不知道。你们几个最好给我掂量掂量。是吗？果然你是大有来头，手里还拿着洋枪，是假的吧？哼，不怕死的，过来试试看。大哥，我认出他来了，他就是厦门方记的老板方浩民。是他？别激动啊！劫走我的商船，把我推下了海，原来是你们几个人。方浩民，哼，厦门最有钱的人了，我劫的就是你这种奸商不义之财。上次在海上怎么没把你给淹死？你住口！劫我的商船，想把我推下海淹死，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只要你放了春云，之前的账一笔勾销。你住口！我跟春云是拜过堂成过亲的，她是我明媒正娶的新娘子。你竟敢带我老婆私奔，这老天不长眼啊！怎么没淹死你呢？啊！我真的是跟你无话可说了，就一个条件，放了春云，否则这枪可不长眼，谁都别拦着我。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你！走！给我追！是是。大哥，兄弟，没事吧？兄弟，大哥，兄弟，姐姐。你醒一醒啊，姐姐！浩民已经去带春云回来了。姐姐，你一定不能走啊，姐姐！妈，赵夫人，妈，你醒醒啊，妈，我是春云，我回来了。妈，我没有被铁雄侮辱，我清清白白的回来了，妈，你快醒醒吧，醒醒吧，妈！赵夫人醒了，赵夫人，妈，我在。你回来了。妈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平平安安的回来了。老天保佑，你回来就好。妈，别担心，都是我不好。如果我早点回来，你就没事了。我就安心了，姐，春云，妈在想，万一要是回来救我，出
无论是好或者是死不瞑目，方老板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张夫人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大夫说你伤得很重，你放心，好好的养伤。我已经派人到厦门去请好的大夫来给您医治了，连夜赶过去，快的话明天早上就能到了。你要撑住。夫人，姐，都吐血了，姐，伤得很严重，怎么办呢？姐，包大姐，扳指，你的扳指赎回来了。谢谢。赵夫人，我帮你把扳指赎回来了，你看看。衣物，从
我在的吗？我在。你记得你发过誓的，有志你做妾，做人后吗？妈的，在天之灵不会安息。妈一定死不瞑目。妈，看到这扳指，就像看到妈。记得你发的誓。